位朋友，您好。多才多艺的晶晶，今天又再度的光临到我们歌星之夜的节目中。在今晚的节目中，他为您带来了很特殊的节目，有爱国歌曲、黄梅调，另外还有西洋的古典歌舞剧。同时很难得的，晶晶小姐为我们请到了她的母校金瓯商职的一队，跟她在节目中一块表演乐器演奏。另外呢，晶晶小姐这次到新加坡去演唱，还特别的为了我们歌星之夜这个节目拍摄了一段影片，待会儿在节目中我们也要陆续的为您介绍。首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，晶晶为您准备了一首陆海空组曲，我们一块来欣赏。现在要出征，我
是顽强的不敢当，我们的心胸伟丽，我们的气节傲壮，同胞们起来，同胞们起来，鼓励会跟上战场，那八百壮士做榜样，中国一的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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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的强，一的强，一的强。晶晶，欢迎你再度到歌星之夜的节目里来。我也很高兴能够再次呢在歌星之夜里为大家唱歌。现在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影片呢，就是晶晶这次特别在新加坡为我们拍摄的，是吧？是的。这个是在什么地方？这是在新加坡的一个广场前面靠近码头一个地方。我想大概这次你去新加坡平常的时间大概都在为我们做这个工作了，因为这段影片拍起来并不容易，因为要找灯光了，各方面的朋友他们帮忙的，我也在这儿感谢他们。这是新加坡的一个公园。这次大概去了多久的时间？我在新加坡前后一共停留了差不多四个月。只是在新加坡吗？是的。那么我从新加坡以后呢，又经过了泰国，还有香港。我们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城市，同时好像也是最干净的一个地方，是吧？你好像也去过了吗？我去过，蛮喜欢那个地方的。这个是新加坡的一个港口，后面一个狮子呢，就是新加坡最出名的，所以新加坡也有狮城之称。你平常除了唱歌的时间之外，那么其余的时间多不多呢？当然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东西买东西，同时我也去到新加坡每一个风景区观光区，那么在那儿我还去吃最著名的沙爹。沙爹，沙爹就是很辣很辣的那种印度人做的那个菜。是，这个是狮子的后面，里边还有一个小狮子。这个地方呢，来往的船只都一定要经过这里。我记得新加坡好像有一条很有名的街，你有没有去看过？叫 Bookie Street 啊，那个地方。对了，我也看了那个电视周刊介绍了一点点。就是你去过没有？你去了没有？我去过了。那就对了。不过在这也要告诉观众朋友，那边是很美丽的一条街。不过这个美丽的女郎都是男的啊。对了对了。我记得上次袁和婷还带了两张非常精彩的照片给我们看。我觉得那女孩好漂亮，而且很妖艳。这是公园。对了，新加坡的公园非常的漂亮，看起来我还蛮得意的啊，因为风很自然的风。你这是在那待了多久啊？新加坡一共有三个多月。这是那个新加坡的国家剧场。剧场好像新加坡经常举办一些什么慈善义演，大部分都是在国家剧场演出的。大部分。你这次在那边有没有参加慈善义演？有的，好几个最大的慈善义演。那么有一个是麦波生，另外好几个大大小小我也记不清楚有多少。不，反正我参加了差不多快有10次。反正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，多参加一点很好的。那么除了在新加坡之外，还有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一次？我去了泰国。泰国。那么在那儿也度过了泼水节，觉得很开心。那么在前往的是香港。我们知道啊，在国外呢也经常有很多电视的节目，就是目前在国外有没有像我们歌星之夜这一类型的节目？我看比较少，因为新加坡您也去过了。不过新加坡一般现场节目呢，歌唱节目当然不能跟台湾去比了。是的。香港有一部分都是影片。是的。同时我还要特别的谢谢你，在我去新加坡参加影展那一段时间，你带我主持了几次歌星之夜的节目，非常精彩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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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and still have handbags.
学所率领的金瓯商职的乐队参加我们歌星之夜的节目，也谢谢晶晶小姐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，我们也要谢谢你们的教官同教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歌星之夜的节目就到这儿全部结束了，谢谢金瓯商职的乐队同学，也谢谢您的欣赏。各位朋友祝您晚安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